做什么？活什么？1817。停车。湘潭服务区。现在海拔405。1818。走。就是连续的减速带。
下坡的时候真的没有精力去看风景，回去我们查视频再慢慢回顾和欣赏。先把风景拍下来，1819，1820。好，这段我们先到这儿。